为什么我一听到是师哥的声音然后我就转身了。师哥的，对，怎么一来就师哥师妹的什么的，哪个师哥师妹呀？啊，哪里的呀？哪里的呀？上海音乐学院。哎呦，哦，厉害厉害。你想跟师哥做什么互动都可以。我今天有带一个小小的舞蹈，然后希望师哥可以跟我一起学。啊，舞蹈我最不会了。这个比较可爱，然后我觉得师哥跳舞，快给粉丝一点小小的福利。好好好，哇，我学。来，准备。有些动作真的做不出手，你知道吗？跳的啥呀？不是你说，这时候你就应该请出你大姨上来跳。那东东，你目前是五位，你目前是最好成绩，你可以坐上按摩椅。来，请上宝座，请上宝座，正在按摩呢。嗯。